好，我是碧莲会主席，我是关山乙班江佩珊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即将毕业，愿所有的毕业生都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即使失败了也不要放弃，因为失败会使人成长茁壮。也谢谢老师们这三年的教导与用心，这份爱我们会永远谨记在心。也谢谢你们总是像我们的父母一样，总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，谢谢你们，我们爱你。最后祝福所有毕业生毕业快乐。